2004年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巅峰之年，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，蔡依林的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倒带 S.H.E 的《波斯猫》，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，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，五月天的《倔强》，天王天后的《包围》，却硬生生让三个新人杀出一条血路。飞儿乐坛的首张专辑《开局配置四个二带两个王》，十首歌里便有六首传世经典 ：Fly Away、Nidia、我们的爱、你的微笑、后乐园、You Make Me Want To Fall In Love。专辑上市四个月就取得的实体销量超90万张的成绩，仅次于周杰伦，包揽国内20多项音乐大奖，创造了出道一个月就开演唱会的奇迹。人们去回溯这支乐队的历史时，发现他们的履历干净的像一张白纸。队长陈建宁是资深音乐制作人，因为看不惯乐坛的浮躁风气，便决定亲自出手组建一支音乐团体。主唱张文婷和吉他手阿庆都是他在音乐比赛中遴选出来的好苗子，两人是同校同学，出道时也都还是学生，社会经验为零。唯一点和不凡沾边的就是张文婷和蔡依林是同班同学，新人爆红一定会遭受质疑。当年周杰伦如此，五月天也是如此，大家回敬的方式也都出奇的一致。2005年，飞儿乐团以质量不输于第一张专辑的《无限》堵住了键盘侠们的嘴。三个才华横溢的天才，一场永不服输、永远热血的音乐征途。飞儿乐团的故事有童话般的开场，期待十几年后落了个非常不体面的结局。近日，吉他手阿庆公开在谈往事，亲切当年解散内幕，称张文婷已经离开飞儿乐团多年，他对这件事依然怀恨在心，还因此抑郁两年。那么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矿工，挖你不知道的料。关于飞儿乐团主唱退团的原因，网上流传很多版本，团粉会说飞儿主动退团，而飞儿粉丝又会说他是被踢掉的。任何一方粉丝都会戴着有色眼镜，夹带私货来黑另一方。本期我们就根据现有资料，尽量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如有补充，欢迎贴到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。2002年，陈建宁创办无限延伸音乐事业有限公司，并找来校园大赛上表现出色的张文婷和黄汉卿，共同组建飞儿乐团。虽说乐团是陈建宁组建，但他们也只是一个工作团队，想要发唱片演出就必须带团签约品牌。早期飞儿乐团签约的是华纳，整个工作流程是甲方找华纳，然后华纳和飞儿乐团谈。当然，这个时候陈建宁相当于组合的主持人，基本上华纳直接找到陈建宁就好了。头几年凭借着华纳的资源和飞儿乐团的实力，可以说出道即巅峰。同名专辑爆火后，公司直接下血本力捧，录音使用的是当地最有名的 Sunwest 录音室，还请来了全世界第一的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为他们的歌曲大弦乐，包括笛声和混音制作，都是业界大咖。最终这张专辑成功上线，没想到却迎来了一片吐槽声。有歌迷质疑主打歌《千年之恋》副歌旋律抄袭张卫健《冷眼旁观》中的一句，甚至 MV 中的造型都被指出抄袭日本歌姬原千岁。还有歌迷认为这张专辑总体还在重复着上一张的旋律，毫无新意。即便如此，这张专辑还是让飞儿乐团赚得盆满钵满，光在亚洲预订量就超过200万张，这是飞儿乐团最后一个高光时刻。2006年，华语乐坛开始变天，网络盗版丛生，让整个唱片行业进入寒冬。这一年，五月天意识到危机，火速跳出卖 CD 赚钱的模式，开始转战演唱会，并且把演唱会做到极致。但飞儿乐团仍然在死磕唱片，并且一张比一张烂。很快，第三张专辑《飞行部落》上线，却让粉丝大呼失望，没有突破，甚至在退步。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歌能让人记住，就连陈建宁最满意的《天天夜夜》，从唱功到制作，都让人怀疑不是飞儿乐团的手笔。不过这首歌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大瓜，《天天夜夜》这首歌是由阿庆和飞儿对唱，没想到唱着唱着却唱出了感情，为以后埋下了定时炸弹。这一年，五月天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发行了第七张专辑，成为华语榜最受欢迎的组合。2007年，飞儿乐团终于扳回一局，飞儿和阿庆高调公开恋情，让这个乐队更具话题度。同时，他们的第四张专辑《爱歌姬》正式上线，主打歌《月牙湾》让人耳目一新，浓厚的东方风味，东西方乐器结合，直接让这首歌迅速火遍全网，预示台湾乐坛开始走下坡路。虽然这张专辑质量不错，但销量却不如人意，同时内部矛盾打响了第一枪。这张专辑的陷阱，陈建宁制作完成后非要不满意，要求自己重做。作为团队的大哥人物，陈建宁自然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专业能力。最后阿庆站出来劝说，陈建宁勉强点头，但声明制作费要从飞儿的工资里面扣。飞儿和阿庆情侣抱团，让陈建宁的地位岌岌可危。2007年10月，阿庆拿出鸡蛋一般大的钻石向阿飞求婚，成为那天的焦点。再加上团长陈建宁爆出劈腿丑闻，成员之间不和的传闻也随之而来。这一年，新乐团宣布解散，主唱信开始单飞。Beyond 乐队举办完最后一场演唱会，正式宣布解散。他们的命运暗示着飞儿乐团的未来。2008年，飞儿乐团出道第六年，依然是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组合。他们拿下了金歌王3项大奖，为未来的音乐之路添砖加瓦。但是在澳门巡回演唱会上，
却彻底撕开了这个乐团的真面目。在整场演唱会上，菲尔的表现不如人意，慢歌走调，快歌上气不接下气，加上他薄弱的声线，台下观众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自此，菲尔乐团有了另一个称号——录音棚乐队。这次巡回演唱会唱了两年，走了四个城市后草草收场。这一年，五月天的专辑《后青春期的诗》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依然斩获销量冠军，而菲尔乐团的矛盾却越来越深。2009年，菲尔和阿庆与陈建宁无限延伸的合约到期，但组合菲尔乐团和花拉的合同没到期，也就是说，菲尔和阿庆作为自由人参与乐团活动，不用再听从陈建宁的安排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菲尔推出了《让我们一起微笑吧》，由菲尔和阿庆首次担任制作人，陈建宁一下降升为监制。然而专辑发布后差评如常，许多歌迷听了歌后说自己笑不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又有消息爆出，阿庆和菲尔因为音乐理念不合，在录音棚大吵，这也为两人的分手埋下伏笔。关于菲尔为什么会和阿庆分手，当时有传闻说主要原因是因为两人感情遭到家族反对。菲尔的爸爸詹景超是前福克多便利商店的总经理，爷爷是泰山企业董事长詹月宁。阿庆被嫌弃是个穷小子，但也有人爆料两人分开的真正原因是金钱理念不合。阿庆挥霍无度，还和菲尔家里借了一笔钱。阿庆拿着这笔钱开了一家演艺经纪公司，招收练习生，没想到四年后却给自己招到了一个老婆。这一年菲尔乐团解散的消息已经成为了月经新闻，同时坏乐坛风云骤变。智能手机和网络时代来临，听歌渠道变多，让大众不再追捧专辑，像 BigBang、 EX、 Super Junior 这样的韩流组合涌进国内市场，瓜分了大部分蛋糕。此时的菲尔乐团人心不起，江郎才尽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从2010年到2013年，菲尔乐团全新做演唱会，巡回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，但反响平平，唱功瑕疵，表演漏洞，让粉丝越来越失望。2013年，菲尔乐团出了第七张专辑 Better Life，这是组合的最后一张专辑。从这之后，菲尔乐团已经名存实亡。这一年，菲尔的嗓子出现问题，经过漫长的治疗，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嗓音。或许这一点也为那场踢出主唱的闹剧埋下了第一粒种子。就在菲尔治疗嗓子期间，阿庆公开了和嫩模花花的恋情。2015年，菲尔乐团和华纳之间的合约到期，整个团都需要寻找新的唱片公司。三人一起找到了华研，但此时却出现了分歧。阿庆和陈建宁愿意直接签约华研，菲尔却希望独立出来，不直接签约，采取默契合作的方式。当时陈建宁也解释了三人的新合作模式，即菲尔作为个体与陈建宁的公司无限延伸合作，参与菲尔乐团组合活动。其实这种合作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妥，田馥甄和 SHE、 吴青峰和苏打绿、戴佩妮和佛跳墙、萧敬腾和狮子合唱团都做到了 solo 和团体两不误，但最终并没有达成。这其中有很多原因，首先是华研和陈建宁之间的合作是按季度结算劳务费，但菲尔希望单次结算，因此这个时期的每次演出都是由无限预支劳务费给菲尔。这样的合作方式短期看没有任何问题，满足了每个人，但团员之间的间隙也就埋下了。到了2018年，菲尔乐团开始制作第八张专辑，菲尔作为自由人却因为档期无法配合，这造成了菲尔乐团的工作严重停摆。坊间流传两种说法，一种是菲尔不愿意再唱团歌，一种是菲尔档期原因导致菲尔乐团自身工作停摆严重。经热心网友提供菲尔新团体发布会的采访视频，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都成立。2018年2月16日，华研方面觉得菲尔在2017年7月提出了主动退团，那么相当于他不再为菲尔乐团，也不再为华研服务，因此清理出了一些不在华研的人，防止泄密。其实从公司角度考虑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问题就在于公司方面对于菲尔乐团官方粉丝团管理员资格的事情，完全没有知会到菲尔。陈建宁和阿庆忙于制作3月份即将上映的电影歌曲，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事。2018年2月22日，菲尔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解除管理员资格，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贴文。2018年2月23日，阿庆在个人脸书也声明了所谓的新计划是即将上映的电影歌曲，同时也声明了这个管理员资格是公司在操作，因此为了避免舆论，他也退出群，不再担任社交网管理员。2018年10月24日，菲尔才正式以艺人身份签约亚神音乐。此时基本就是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了，菲尔正式退团，不再担任菲尔乐团的主唱。于是25日，菲尔乐团才宣布韩瑞以莉迪亚之名加入菲尔乐团担任主唱，至此原菲尔乐团正式宣告分离。菲尔乐团解散在很多人心中是遗憾，但在邝姐看来，一切都冥冥之中天注定。从巅峰到解散，他们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团队和情侣一样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，都是很正常的原因。菲尔乐团重组后，阿庆人设一路崩塌，先是公司被练习生投诉，接着又被指出逃避服兵役，出了新歌也被指涉嫌抄袭。菲尔签新公司后，个人概念专辑《小太空》虽说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，但此后在华语乐坛再无水花，也参加过很多大陆音乐综艺，但没能翻红。菲尔乐团如今再看，似乎只属于那个时代，他们为华语歌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然
然后就匆匆陨落。既然是神话，那就把它留在回忆中好了，再谈终究是没了意思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，然后点亮我们的小铃铛，这样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推送哦。接下来我们会有直播计划，有想要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